哎，新来的同事不是刚结婚吗？怎么看起来那么不开心呢？好像是因为生孩子的事情和家人闹一些意见。这么一说哈，我倒留意到最近有报道说大马的生育率下降了，就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人都不喜欢生小孩呢？我也不晓得，待会儿呢一起留守回味加油站，我们请教专家。